到位开学，国内真侪学生拢也未注意表，为了维护大学的校园安全，现在打造了全台湾上完整的防疫 App， 也是建立校园的健康通行证。校方表示，这套系统是结合大数据的分析，会当登录经过记录、个人的体温状况、各种的检测、甲防疫的行动指挥。校方强调，麦当将病院的 QR code 筛检通报、疫苗证明等等拢当纳入系统，会当公示完整的健康照护。自学校启用以来，学生配合度拢真高。我们有将近1000人的宿舍里面，我们有90%是800-900位同学共同投票同意，在他们新学期的宿舍的时候，他们愿意有一定的筛检程序，他们愿意被认证进入这个场所的身份资格。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共同公约的形成，在每一个公共场所跟公共场域都要有一个公约，可是后面就要有无数无数的证据，无数无数的发挥，无数无数的沟通，无数无数的说明。现在表示，这套系统的研发设计就是要公开分享，提供外界来使用，也证明台湾的防疫贡献。台南新闻，郭文吉和乔邦采访过的。